坐下救小蝶，人都还没坐稳，柯文哲已经直直往下溜。水滑梯玩一次就全身湿淋淋，柯文哲苦笑感叹，钱是越来越难赚了。不过市长参加水乐园活动，有备而来 ，T 恤、短裤配拖鞋，溜滑梯只是最简单的第一关。小朋友嗨到不行，不过抓起水枪也没再客气，管你是市长还是阿伯，正面背面都有人喷水偷袭。我是被玩的，好不好？是配合演出，是不是？哎呦啊，这个小朋友高兴就好啊！大热天的玩水确实消暑气，不过市长回家可能还得帮太太消消火气，因为陈佩琪脸书发文，火力全开，杠名嘴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陈佩琪要做什么事情，从来不他想写就写，他也不会跟我讲啊。我会回家劝他少写一点字哦。可是他现在好像都在帮你回应名嘴的攻击。不是啊，他最讨厌人家讲他钱的事了，是吧？那他钱他在管的。太太发文有自主权，柯文哲似乎也不敢多言。周末假期选战纷扰，先摆一边，玩水和小朋友打成一片，也是替自己培养未来的潜在选民。三立新闻，李维婷、张安金 ，S 超速，退不到。